老板，哎，来根肠。哎，好，来了来了。哎，来一根。好，拿好了啊。哎，那兄弟啊，啊，我听我儿子说，还有一个叫高仿的吧？啊，高仿的呀。那像你说这种牌子的高仿表，得1000多块呢，你能买起吗？1000多块？那可不。那保证看不出来。那要相比之下，比这块可就真多了。最起码他不了解的人绝对看不出来。那我就来一块那样的呗。来一块这样的。啊，好啊，那我给你换一块。哎，行啊，我今儿就发发慈悲吧。你给我个本钱就行了。记住了啊，我可不是冲你儿子，我是冲你这个可怜的爹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小宝啊，最近呢，队长手头比较紧，啊，想跟你借点钱。干啥呀？那啥，你借我点钱呗，我这有急用啊。我又不是大款兵，我哪来那么多钱呀？你别逗我了。我刘小宝啥时候向别人张过口啊？我这不是有急用吗？这不难在节骨眼上了吗？还结巴了？哼，不是，借多少啊？你说我听听。哎，你看那星星多亮啊！啊，星星，都逗我干什么玩意儿？那啥，这是借多少啊？1200，1万呀？10000，我伸一根手指头不就完了吗？啊？10万呀？啊？开什么国际玩笑啊！哎，不是，小陈，你看啊，咱俩是这么好兄弟，你咋的不拉我一把啊？那你告诉我啊，我哪儿给你整那么多钱去啊？嗯，不是，你想想办法。哎，就是，啊，回来了，回屋睡觉去啊！哎，不是，我走。哎，小帅呢？小帅，啊，小帅呢？这，干嘛？上哪去了？小帅上哪去了？他肯定上垃圾站了。哎，我发现他最近怎么那么欠开呢？你又玩人家呢？哎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把新袜子的钱给我？你这人有意思没意思啊？就我这身价还能差你那点钱啊？你着什么急呀？都好几天了。哎，李小帅，李小帅，啊，快点儿。哎，指导员找你呢。哦，等会儿锁完了。哎呀，快，没锁完呢。哎，走。快点儿。廖帅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倒垃圾去了。啊，热爱劳动很好，但是要注意效率，行动要快，啊！来了，嗯，继续打球吧。对，哎，别拦我！好球！
班长，那指导员怎么总盯着我不放啊？说明你身上有让人盯着的地方。我做点好事现在都不行了，就你们话多，打球去。小宝，上来，上来，把球传来，接着。哦耶！阿珍啊，啊，很长时间没出去了吧？今天放你一天假，出去好好转转。哟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。我心里有数，今天不就是你们一般帮厨吗？你不说我还忘了，我得去看着去，不知道帮成什么样了。快去吧，那我去了啊。队长，有事吗？报告队长，我不想帮厨。那你想干什么呀？队长，我想练习射击。中了，到，原地卧倒。队长，原地卧倒，不是前方。是。班长，嗯，有事儿。那个，咱到旁边说呗。坐，班长。哎呀，说，什么事儿？主人公该出场了吧？哎呦，王厂长不带你这样神出鬼没的啊！你要再不来，我可就投湖了。你千万别，李总，你好。你好。著名的企业家，哎不，女企业家。哎呦，我不敢当了，领导过奖了。像你这样的领导，别总忙着工作，要学会调节。像我这样的半老徐娘陪你化疗，不会有事大雅吧？别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哎呀，缺少领导关怀，再充实有什么用呢？再美的花儿，缺了阳光和雨露滋润，那也不行啊。舒服，这话我爱听。班长，嗯，那个啥，你借我点钱呗，我有急用。你问我借钱啊？不可能吧？不是，哎，班长，你说这都金融危机了，谁求不着谁呀？那美国不也照样借钱吗？不是，是。你借钱干什么呀？肯定是有急事儿呗，你不说清楚，我是不会借给你的。那你还担心我不还咋的？李总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儿，啊，尽管吩咐一声，只要我能办到，我一定办到。哎呦，那我可真就叫你王哥了。嗯，好。出了我们电厂呢，咱们就是鱼水情深。哎。但是，不能是沙家帮的知道，我永远是你善解人意的王哥。太好了，王哥，那咱俩面对金龟岛，结拜兄妹开荒，好不好？嗯，我看这事儿靠谱。
酸的。真的？甜的？班长，你看平时呢，你都那么会过个人，是不是？那你肯定有个小金库啥的哈。你咋知道的？那你就别管我咋知道的，反正人家都说了，这班长啊，就相当于自己的妈啊。你说你都这辈分了，是不是得慷慨点啊？是不是？别嬉皮笑脸，胡说八道，连公母都不分了。借多少？那肯定是越多越好啊。我身上还有300块钱，我回头还给你。啥玩意儿？300？啊？不够。我还寻思300万呢，是好大个劲。王哥，我最近想带我们这儿的员工到你们那儿学习培训。学习？哎呀，我们厂啊，就不要去了。王哥，松江两岸的地标我种了，我想带我们厂的人去学习，主要是为了我将来的工程打基础。果然是做大生意的，啊，精益求精啊！没有王哥的帮忙，我想精益求精，他也不成啊。不过，你也知道，我们电厂是有严格的规章制度，参观团只能上大巴，任何人都不能去不应该去的地方。我们无非就是想去大巴参观一下，这怎么可能造成危险呢？太可笑了吧！那个啥，班长，那个啥，咱俩再商量商量呗。今天全都邮回家了，身上只有这么多。那啥，咱再商量商量，行吗？真的？那你坐会儿。刘小宝，你小子行啊，都打起别人小金库的主意来了啊？怎么，富家公子也缺钱花了？坐会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我想的那样，那什么呀？这个事儿以后我跟你解释吧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得换岗呢，任务第一啊。我先走了。哎，那啥，帮我把刀绞了，摘了啊，我去换岗去了，我走了。这小子，我一看就知道，你不高兴。根据是什么？你的背后已经告诉我了。告诉你什么？尽在不言中。我有点渴了。说句心里话，我这个厂长还是个副的，有时候说话不好使。哎，我想是不是咱们应该喝点酒啊？王哥，你要不答应我，这酒啊，我恐怕是喝不下去。本来我是想来一个双人活，让人欣赏一下，可没找到合适的伙伴。你说是不是一种遗憾啊？你看我是不是你的最佳人选呢？啊？啊？但是，滑不好是要摔跟头的。我这人有个习惯哈，为了得到美丽的东西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胆儿从哪儿来？酒啊。
我的事进展怎么样了？搞定了。他能带我进008种地，他带我们厂的员工进去，然后呢，这样就可以进入008，你就化妆我们厂的员工，就可以进去了。手续都办完了，这么大个事儿还需要时间呢。等批下来以后，我会通知你的。急死我了！这块是什么时候？时间还没有确定呢。剑南说要速战速决。剑南是你叫的吗？你就管好你的提成就完了。啊！这队长的命令，我哪知道？队长命令你，那队长还命令我呢。哎，那个啥，问你个事儿啊，你那儿有钱没有？干啥？打劫呀？不是，就你现在这样，你说我打劫你，那就等于埋汰我自己。别动啊！走你！周伟，你看我这跟你说正事儿呢。队长啊，命令我借他10万块钱。你给那个叔叔阿姨啥的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寄点，然后凑凑不就齐了吗？是不是？10万啊！我看还是你们富二代自己想办法吧。周伟，就这咱还是一个班的战友呢，那不得互帮互助吗？是不是？你说我家这么有资产，对不对？哎，小宝，啊，队长来了啊。那个啥，你不借拉倒啊！那个啥，就当我没说，别说见过我啊！我走了。你可别像上次那个黄毛丫头那样，再大的数目那都等于零。因为怕身份暴露，他已经让我给打发了。这叫买卖信息，在商界司空见惯。但要绝对保密，我的地产美梦可就全靠你了。李建南能派我来配合你，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。那我的地产美梦可别化成泡影了，建南吧。明白。哦，对了，李建南让我把这个房卡交给你。我们厂里宣传部要举行一次职工的演讲大赛，所以我想找你们要点材料写下稿子，这不又来麻烦你们了。唐干事，你太客气了，都在警务室呢，你直接去吧。啊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哟，唐干事，进来。那个你先坐啊，指导员马上就到。这个是谁的？你说那个？哦，我的。我是不是不该问啊？那有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消费品啊，怎么了？这是我的。你有宝宝了？你可别瞎说。那你要这个干什么呀？哟，对不起，你先坐着啊，我有点事儿。特勤训练必备的东西，这是尿不湿。对，是尿不湿。我相信你会使用的。
我还以为你成家立业了呢。你别拿我开玩笑了，那真是训练用的。你真打算让周围带尿不湿啊？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那么容易吗？如果周围连这道关都过不了，就到了特勤大队得给我送回来。你同意周围去特勤大队了？这个不能告诉你，也希望你不要跟周围说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这是我带兵的方式方法。我希望你不要在里边搅和。我是好心哎。对啊，我知道。再见。尿不湿训练，也就你想得出来。走了，拜拜。起了吧。呵，上瘾了是吧？啊，队长，您这是故意在整我，出我的丑。那是你认为的。队长，您不推荐我没关系，但你没必要这么对我，不公平。我对你是不太公平，我公平了，我就不会这么对你了。起了吧。都两个半小时了。手比较紧，啊，想跟你借点钱。啊，借钱啊！队长，那啥，那个，你借多少？你说吧。啊，100块钱是吧？1000啊？10000呢？10万？啥？周围的材料你送到支队去了吗？啊，送去了。哦，哎，队长，你真这么看好周围啊？那当然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周围这小子是个当军官的材料啊，就是心境上呢还不够成熟，性格上啊还需要磨练。哎，像这样的兵一旦磨练出来，我跟你说一定是个好苗子。希望他能理解你吧。哎，他现在不理解也没有关系啊，将来他会理解的。哎，队长，你对刘小宝使的这招，让这小子成天废寝忘食的去借钱啊，我看差不多就行了，别太难为他。石导演，你一提到刘小宝，我就生气。哎，你干嘛去？站什么都睡午觉呢？我去看刘小宝睡没睡。
刘小宝，别走了，我看见你了。队长，我说刘小宝，你怎么越来越胖啊？我就有那么可怕吗？不是，队长，不是那啥，我不是怕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不知道吃啥玩意儿吃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拉肚子，我也队长受不了。 小宝，我真是没想到啊，跟你借10万块钱，你这反应这么大，啊！哎，我说小宝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啊，你赶紧把那10万块钱借给我，我等着用呢，啊！你要不说话我不走了。哎，那个什么，队长，你这都是小 case 嘛，是不是？我妈前两天给我来信了，说这两天就能打过来。 这一切，我并不陌生。我的一生就像这杯美酒，干了吧。在不经意当中被人吞噬了一半，剩下这一半很浓很浓，我一定要自己慢慢的品尝，是吧？ 你在哪儿进修的文学啊？搞得我都接不上了。<笑>这哪是文学啊？我还以为你会说这是社会学。嗯，你确实是进步了，我退步了。其实，所有的一切，用2个字就能概括。我不像以前那么幼稚了。 利益，我想，我们俩为了利益可以奋斗终生的，我相信。说的太对了，我同意。拿到008的文件，对你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事儿。到时候事成以后。 你需要的资金，我是能拱手相送的。这叫做交换，也叫做真正的社会学。不过现在，我要做个爱玉的使者。
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暗喻的？玉嘛，是洁白无瑕的，而我呢，爱玉如痴。好不容易得到一块美玉，虽然上面有点瑕疵，我却欣喜若狂，视为珍宝。我想我们的合作也是如此吧。锦南，你这次别再骗我，我真的需要你，亲爱的。梅花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拿到008的密戒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。嗯，31，加一几百了？什么几百？31，吃力。李小帅呢？不是，干啥？没看着你，他好像躲垃圾去了。我还想找他拖地呢。谁？口令。你要是不出来的话，我就拿枪把你当动物打了啊！我是李小帅。李小帅，这是高科技的摄像机，你进008的时候用得着。你别看它像钥匙链，用起来很方便的，很隐秘。李小帅，部队这么严格的纪律都约束不了你，啊！我还当着队长的面夸你进步了，知道自己主动倒垃圾了，啊？好嘛，你给我来了一个金蝉脱壳的战术，跑那去玩去了啊？我是真觉得部队太寂寞了。就说咱们中队吧，每天就那点事儿，站岗、执勤、执勤、站岗。我是觉得吧，人在必要的时候，可以对自己好那么一点。废话，谁不让你对自己好呢？关键是你得在不违反部队纪律的前提下对自己好。还看见我就跑，还学动物蒙混过关，怎么样啊？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好猎手的眼睛，我服了。要是你自己看看，你看看，啊！我这都快成你的收藏室了。游戏机、手机、PSP， 啊，再加上这个掌上电脑，我都能开个店了。队长，指导员，那这个就别再放里边了，行吗？我以后肯定不干了，真的。你先放在我这吧。等你复原的时候一起给你。廖帅，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吗？做什么呀？你受罚那么有经验，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呀？还罚呀？谁说罚你了？做俯卧100个，增强体能。这不是一样吗？我不干。现在部队禁止对战士实行体罚，你们怎么还这么对我呀？好，这样，指导员，嗯，你去找他们班长，让他们班长体罚，他不是带不好兵吗？去，走。那我还是自己来吧。李小帅，你让我这个班长当得很不光彩。小帅啊，大家伙也都是气的，
你说你这遭罪不跟我们受苦不一样的吗？小帅，其实就是你家太有钱了，你看我就犯不了你这样的错误吗？是不是？俺家没钱嘛，所以有钱未必是好事。哎哎，小帅，你看小宝，他家也有钱，他就没犯过你这样错误。啊，也是，他没你那么多好玩的东西。呵呵，你啥意思啊？闭嘴！班长，哎，我现在是发现了，我就真的不该当这个兵，太累了。班长，这多少个了？不够，接着做。不错啊，李小帅成了咱班的俯卧撑冠军了。这叫什么呀？铁不练不成钢，人不练不成才。哎，干嘛去？铁叔，谁问你不让？都坐下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李小帅不先起，你们谁也别想先起。班长，别把我当回事，我不洗了。等呗，刘小宝，走，跟我来。一个男人，有时候要能胸中吞下一块钢板，抬头面对。怎么样？是我给你洗，还是你自己洗啊？不是。好了，今天的早会就到这儿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今天下午工程部和人事部挑一些人员到丰白电厂参观学习。老蒋，哎，中午之前你要把名单送到我办公室。哎，好的。散会。喂，王哥。哎。啊。他们已经在去电厂的路上了。嗯，啊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好好好好好好。王厂长，这么多人是干什么的？公司的，来咱们厂参观学习。是。啊。好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。不应该资料还要你亲自送过来啊？派个战士来不就行了？按我们郑浩队长的说法是，有些事情不适宜战士们干，所以我就亲自来麻烦你们了。你们中队长有时候也太认真了吧，有点不近人情了。
你还是不了解他呀。他这个人是情不在表面，属暖水瓶的。热水瓶？这么说他是外凉里热喽？你们中队该买个复印机了。